就我自己玩的，就是这个插上去，然后 Michael B 也透过这个 ESP32 直接上网。哦，欸、Michael B。Michael B， 你只要写 Michael 积木就好了，这个我都帮你写好了。Okay. 就是 Michael B 也透过这 ESP32 直接上网。你说你 B 这样，你就可以直接超过这台。对啊，可以啊。OK 啊。啊，这个漂移很方便了、啊，因为都不用安装，就用这片取代这些。然后它有两个镜头啦，它这个镜头，这个镜头是给他的。啊，这个镜头是给 Pocket。哎、欸，还有双镜头嘞，它有双镜头。以前没有吧？以前没有。没有了，本来就有的。本来就有，本来就有的、啊，它是双镜头的、啊。嗯。然后他现在就是怕说大家后来又玩这一块，嗯，就是不晓得如果我们的政府禁的话，你就只能玩这一块，因为只有这一块有 WiFi。对，对啊，就不晓得我们的政府会不会禁。如果这，我觉得这次选举让他选上就有可能。